男生只要一头发一稀疏，这边的开始往后退，对，整个老太就很重要是这里。其实我说到这种有年纪的男生，最怕其实就是遇到秃头是落发，而且根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呀、啊，台湾25到65岁的这种有秃头困扰的哦，大概高达360万，这么多，对，天哪，好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尤其是男生来说哈，顶上无毛就是颜面无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的意思。那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更要有保健的概念。好，在节目当中哦，是一个吃的头发的保健品 ，Uniman 所推出的发蜜锭，它其实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啊、男艺人其实都有长期在吃它。好，它真的就是一个维持你丰盈的秘密武器。好，它是专为男性所打造的一个独家的养发配方，同时里面还应用到的就是来自大厂 DSM 所生产的生物素，这个成分要特别跟大家分享，头发的超级维他命，它可以补足我们头发所需要的养分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强健我们的发根，变得很丰盈，然后不容易有落发的疑虑。另外呢，当中还特别添加专利型的 MSM 的这个成分，好，那它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很丰盈的原形成我们头发当中的角蛋白，很重要的关键物质，很柔顺强韧，不容易断裂。那么你一定要补充像这样子的成分，该知道吧？手乌到的是白手乌，乌黑亮丽的秀发，头皮的健康都会大大提升哦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它就是这种原形定剂，就这样一颗就有足量5000微克。的这个生物素哦，通过专业的医师跟营养师都大力的认可跟推荐，它就是一个很安全又顶级的配方哈。那越来越茂密啦，丰盈有自信。好，你就是补充一颗就可以了，它就可以补足我们的头皮跟头发所需要的营养素。那么如果你想要加强做调理，那我们就建议你早晚各一颗，好，鼓励大家至少持续3个月，你会发现到真的会有卓越的表现。这个我也吃了很久，你慢慢的就会感觉到那个头发很有生机的在活动。